就光这个舒适了，我估计浪片落一度啊，那边是不是这么大？可以往那边靠靠吗？黄帽子，然后白色的毛巾，后面是小鸡吗？看见了吗？左边。 螳螂，螳螂呢？房子，这儿有一个房子，从上往下画。对对对，这是拖拉机。这个是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有七只羊。七只羊。啊。七只羊，一二三四五，五个草堆。白色的吗？他手上捧着个啥？手上捧了一个绿色的莲藕，好像是。嗯，莲藕吗？绿色的怎么可能是莲藕？有几只羊？莲蓬啊。 这里有个奶奶，鱼，一只羊。哦，你们还有笔纸啊？赊我一张呗。嗯，给你根笔。可以啊，你不给我个笔？哎，师傅，容易中过。快快快，投喂一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哎，高低一会儿得给我们匀两分吧。匀两分给我们。哈哈哈。 画哪儿呢？这是画腿。两只羊，三只羊，蓝、黄、黄，看见。你这画的是？我能看懂。你能？我能看懂就行。这笔不能湿。哎哎，来了来了。共同富裕。 拿着的是个绿色，上面还有只苍蝇，是为什么？共同富裕。一二三，卖账。哎呦，一共五捆装好的，然后三个共同富裕的大白米。然后老太太前面有一个自拍杆，脚底下还有一个筐，是装着番薯的吗？不会问我们田里有几道褶子吧？ 爷爷，爷爷有三个抬头纹，三个抬头纹，六个眼角纹，两个胡须。爷爷有几颗牙？不会问这个吧？可能还真的会问你大爷脸上几条皱纹这种。一会儿问你大爷几颗牙。大爷就没有露牙？有人这样笑的。<笑>差不多，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师傅。 就把那画捞过来，往右边，往右边，往右边。红色的石榴，石榴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这咋还有一个是扶着的走的呀？有点奇异啊。共同富裕。哎，没看见。看那边那个山那儿有。 听，那绿色的那个是啥呀？就是个绿色的，一堆东西，看不出来，绿色的。咱能把这几个框都拿走吧，现在湿了。对，别让他们拿了。不要怕，对于他们来讲，这也是宝物啊。哈哈哈哈哈。 白色毛巾，白色衣裳，白色衣裳，三辆汽车，老爷爷在车。到喽！进来，袖子撩起来看看。本子。 哎呦，一起看，现在下了是吗？
我要这么走。我看看，你看你也看不懂，是我的话语。岳母刺字吗？后背上。你看你也看不懂的。都是他自己懂的语言，白鹿的语言打一个演员。白鹿的语言无语。白语啊，还无语，你真的是。